谁说到了年纪就一定要嫁个生子？接着，女子就不能有理想和抱负？你不知道风的颜色，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，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，思绪踏过星河。一日寒，今长寒，共体花眼底下。深入我心，那在大人心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情，情义，也是情义。陆十三，袁捕快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我怎么可能做亏心事，我坦坦荡荡的，哪像您？您也坦坦荡荡的。这是我认识你以来讲的最正确的一句了，不如再试一次，说不定还能想起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看来袁捕快很喜欢在我生病的时候占我便宜。浸泡在时光深的瓶里，感觉想要呼吸，怕你远离无力。出没在被遗忘的抽屉，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。你就这么想找人家了？那你看嫁给谁了？你想嫁给谁？现在呢？你还只是把他当大人吗？大人是大人，我怎么会？你现在十句话八句离不开他，说话做事都围着他，你眼里心里就只有他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去查他一番，是不是不太好？那卑职跟你一起去。我看你跟陆大人不像是普通的上下属关系，你们看对方的眼神，任谁看都觉得不一般。大人，您这是童心未泯呢，还是心胸狭隘呢？你说呢？他们这是要杀人灭口的架势。别怕，我会有办法的。我看你要做好认输的准备了。认输？不可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认输的。那在大人心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情，情义，也是情义。今天即使我认为也是我的盔甲。无情自是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。您不觉得我也挺让人心疼的吗？确实是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无似相思无尽处。陆大人，真巧啊！不巧，我在等你。我当然会等你啊，但我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。我可以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就是这条既能上天又能入地还会飞的大鱼。你笑什么？捡了个宝。你现在十句话八句离不开他，说话做事都围着他，
你眼里心里就只有他，你知道吗？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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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的只有陆大人。不管我们的前路有多难，我都会能下去。今日要叫我刘洋姑娘，别说嘛，林佩珊肯定找不你。裴兄，彼此彼此。卑职认为，大人不妨再尝一出戏，再尝一出戏。表面的真相不一定是真正的结果。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人太多了，我只相信证据。我们锦衣卫并非无脑之辈，我是六扇门捕快。什么时候该放？我知律法严明。什么时候该放？岂会私下游戏？我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我自有金甲，神人护佑。所谓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若是天真的塌下来，顺着天塌下来，有人顶着，卑职不能高老爷的心替你挡着。你记住，现在有了大人在身边，其他我安心很多。因为我得罪他，你容忍他将我踩在脚下，值得，却见不得他伤害你分毫。行，他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。那我可以。不行，你不能牵扯进来。我不怕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若是能嫁给你，我自然是欢喜的很；若是不能嫁给你，我袁吉祥也认命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女人到了年龄就是要嫁人，谁说到女人自己一定要嫁人生子？女子就不能有理想和抱负？六扇门资费拮据，我看你长得一副人模狗样。人若至，女怎么口气这么臭？原来是个娘们。女人怎么？女人就不能像男人一样尽忠职守、为国效力了？人还有口气儿在，命就是自己的。不知杨捕头是否知晓，你还是个跟屁虫，闯祸精。等我大人，跟我去看看。走，那卑职跟你一起去。大人，原来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袁捕快，怕的是蛇。我天地记住我视之如命，是因为我当的是个念想，受伤素品就是不准你死。他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敢来伤害我的人，我自然是要护着你。那在大人心中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卑职尽量能好好活着。不行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们都要去试试。大人，这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再丢了。若是卑职有一天不在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也许会吧。大人，不管我们的前路有多难，我都会能下去。觉得委屈？不委屈，是卑职活该。知晓。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小姑娘与我撕破脸皮吗？既然我今日来了，这人就一定带走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再丢了。受伤素品就是不准你死。我陆毅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袁金霞。你看他们的眉目之间有什么？干干净净的能有什么？有钱吗？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谁说到了年纪就一定要嫁人生子？女子就不能有理想和抱负？还没开始就认输，这不是小爷的风格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认输的。人还有口气儿在，命就是自己的。他们这是要杀人灭口的架势。别怕，我会有办法的。不管我们的前路有多难，我都会等下去。说了让你等我，就一定会来，怎么能让你失望？我们回家。
你要是敢跟我抢的话，我不会让你的。我根本就没想过要跟你抢。那你就离金夏远点。我说的不跟你抢，是根本不用抢。你，哎，大人，小肖，对待大人态度要端正，但你大人吃螃蟹吃。兄弟和心上人是不一样的。我喜欢的只有陆大人。